那个那方很好，这块了，不够，再来点吧。很烂的，搞两块了吧？来，7块这里。这块这个瘦点啊，这下面这个是的。那牛肉，那牛肉。猪肉啊，这个好吃。我来放酱那个在下面。那点够了，猪肉。点够了。有啊，有这在哪？这块瘦的在哪里？肥的不就光了吗？那要放面的那个。 搞起来了，管没时间拿。不一样，煮沸便宜。这两天热的吧？热了。这哪有白肥的？酱香个多。好吃。啊，辣椒不要放蒜。这个4.6。嗯。这是多少钱？这是给我热一下吧。啊，热的比较好。 好，土豆肉吃一下吧。好，不过不过你别急。微信1853元。哎呀，无所谓的事啊。这个看的，嗯，是。你喜欢吃肥的？我喜欢吃肥的。 难怪牛肉、羊肉、猪肉，你喜欢吃肥的。关键你太瘦了，你确实要改吃点肥的。哦，这发了没有这个？哦，两袋。微信收款7元。花名是3块钱一包，3个人1斤4两猪头肉，1斤鸭血，外加2包花生米，吃的真爽。 我这边在给这三位帅哥弄菜，老板娘正在给另外一位客人也在夹菜。给你打个料包吧，那个。